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加油！还好吗？ 两大美车手准备好了吗？好啦！刚刚教练是说左边是油门，对不对？对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既然这样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让你们知道一下，我刚才发现的东西。哎，车身零件损坏赔偿价目表。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最贵的就是你们现在旁边那个车架，就是你们刚刚等一下会撞到的地方。 他一个车价要52,000块。哎，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好，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啊！我要回去啊！啊！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它过弯直线的时候，你看，还可以甩尾，摸摸它的直线，很像野兽。加油！还好吗？ 慢一下。OK。没受伤。那继续吗？继续。好。今天我在赛车的时候，就很有他的那个，就是让我感觉到他很有那个冲击，而且我觉得他很擅长这个东西，会觉得他很帅，就是不一样的魅力这样。那木木其实在其他表现上面，我就觉得都很暖心，所以我觉得很难选。那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先帮他们加油。 刚刚有人一开始不是跟我讲说，那个护栏你赔得起吗？没驾照，你护栏是不是帮自己问的？是不是？我今天不会再嘴他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你撞到的地方是最贵的地方，52,000。你不要再提醒我这件事了。钱准备好？不要再提醒我了。你刚刚看我们两个这样帅不帅？超帅。其实你们两个开车其实都蛮稳的。就是你的成绩单。哎，他的木木拓海。哇，他的成绩单是很专业的。我最快的时间是50秒 3,82。我是47。 点九五八，其实好像算平起平坐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成绩算蛮好的。好，那我就颁给我们的藤原主威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这样一人一颗啦，感情不会散了。好了，谢谢。1:1。